BGM 一响，绝对有观众老爷已经开始乌拉拉了。谁敢说自己的 DNA 中没加入一点大肠筋呢？2003年，一部讲述女性通过自己努力成为朝鲜王朝历史上首位女性御医的励志古装历史剧播出，之后在韩国大受好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并以47.8%的平均收视率获得2004年度韩国收视率冠军。除了本土成绩优秀以外，其在全亚洲也掀起了大肠筋热，并带起韩剧观看热潮。当年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每家人都在看大肠筋的感觉，大街小巷全都放着乌拉拉。李英爱作为女主角，自然也随着剧走进了全世界的家庭。大肠筋被世界上60多个国家引进播出，让李英爱享誉国际。要说对李英爱的印象嘛，她在大学当广告模特时就获得氧气美女的称号，随着岁月的沉淀，整个人显得更加大气端庄，而江湖地位更不用说了，海内外闻名的大前辈。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李英爱的个人经历和情史那也是相当有看点，比大肠筋的坎坷励志路抓马太多了。李英爱虽然出生于普通家庭，但是本人非常争气，考上了汉阳大学德语系，而且因为长得好看，读书期间就被发掘去拍戏广告，后来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演艺圈。这样一个符合韩国人审美的天然美女突然出现，不引来一大波彩虹屁，有点说不过去了吧。事实上，李英爱的外貌确实获得不少好评。1993年正式开始影视生涯，并获得了 SBS 最佳新人奖，之后又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但是在当年的韩国影视圈里，还有一位清纯形象的最佳代表，那就是韩国人心目中的国民初恋沈银河。出道作品迷你系列剧《最后的胜负》直接斩获百想艺术大赏电视类最佳新人女演员，她在剧中塑造的恩恩义绝完美俘获了韩国人的心。不过这仅仅是沈银河王者事业的开端，下一部电视剧《青春的陷阱》直接拿下 SBS 演技大赏最高大赏百想艺术大赏电视类最佳女演员登顶视后，随后上映的电影《八月照相馆》又拿下了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女演员以及青龙电影奖最佳女演员。沈银河出道仅3-4年便成为了视后影后，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觉得李英爱 SBS 最佳新人奖有点太普通了？而且李英爱比沈银河大1岁多，出道时间还要更早一年。在沈银河隐退之前，李英爱可以说是被狠狠压制了，而且沈李两人的羁绊不仅是在事业上，甚至连情史都能重叠上。沈银河早早息影退圈，绝对是当年韩国很多观众的遗憾。毕竟作品优秀，三大奖拿不断的国民初恋，从出道到息影仅仅只有7年时间，那时他还未满30岁，谁不想天天在荧幕上看见自己的女神啊？但沈银河的隐退对于一些同行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被狠压多年的李英爱终于在沈银河淡圈之时获得了喘息机会。2000年，李英爱凭借和李秉宪、宋康昊合作的电影《GSA 安全地带》获得了广大的好评和超高票房，之后和车仁表合作电视剧《火花》，该剧直接打开了韩剧在台湾省的市场，后面就是轰动亚洲的大肠筋。李英爱的地位和口碑日渐上涨，观众老爷们对她后面的一些历程就都比较熟悉了。那我们就重新说回沈银河和李英爱的羁绊。李英爱事业好转是因为沈银河吸引，关键点来了，出道即巅峰并居高不下的沈银河咋就突然想不开又退圈呢？不知道还有没有观众老爷记得沈银河逃跑新娘事件，女明星嫁富豪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了，就算是嫁大龄富豪，最多也就成为短时间内的饭后谈资。但是20多岁的国民初恋说要结婚，那可就不一般了，除非天神下凡，否则谁都别想迎娶粉丝心中的女神。可惜沈银河当时的结婚对象并不是什么天神，而是美籍韩裔大富商。这个大不仅是指他非一般的富，还指他的年龄。当年很多关于两人的恋情报告中指出，二人的年龄差是21岁。不过现在我查资料的时候，仅仅相差9岁。尽管我现在有大大的疑惑，但还是先保持沉默。这个富豪不仅年龄大，还离过婚有小孩。采访中还说，婚后沈银河会全面停止演艺工作，因为自己已经入了美国籍，事业重心在美国。总之，这份恋情在披露后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甚至连沈银河的父母也是全盘否定。然而当时沈银河一意孤行，两人甚至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结果到结婚前夕沈银河反悔了，这婚他不结了。作为吃瓜群众，虽然看不懂，但大为震撼。随后沈银河在记者的访问中回应道，原因是父母一直反对，不过这事儿怎么看都倍儿掉面子。沈银河之后便以学习为由先淡出了演艺圈。不过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沈银河直接退圈了。这时候有观众老爷就要问了，看我爸爸这么多说的不全都是沈银河吗？李英爱在哪里呢？这不就来了吗？因为这位和沈银河差点结婚的富商几年后和李英爱结婚了。就问这富豪牛不牛，沈银河的逃婚对象竟然是李英爱的结婚对象，我看不懂但大为震撼。沈银河当年的逃婚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8年后这位富商迎娶了另一位娱乐圈女神。照理说都过去8-9年了，就算男方是同一个人，那也不应该把沈银河和李英爱拉到一起摆谈。但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时间点上，当事人甜甜蜜蜜的说相恋十
10年才走进婚姻殿堂。不过这份热恋一直是处于地下状态，连身边的熟人都不知道。也就是说1999年两人就在一起了。1999年是什么时候？这不正是沈银河还在和这男的谈恋爱的时候吗？2000年的时候沈银河都在谈婚论嫁了啊。李英爱和这男的是认真的吗？我锤我自己啊，不会是沈银河发现问题跑路了吧？而且李英爱这段恋情也好抓嘛，男方说自己其实也向李英爱提过分手，因为当时事业不顺，身心疲惫，他让李英爱不要再见他了，找个好男人就嫁了吧。好男人的话我这里推荐新东方厨师。言归正传，感情受伤的李英爱独自去了尼泊尔，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岁的人上演了一部虐恋情深，然后在最痛苦的时候重新选择了彼此，这真的不是什么疼痛文学吗？总之在前半节，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李英爱都和沈银河狠狠交织。这位富豪当年和沈银河结婚时就说婚后银河会全面停止演艺工作，而李英爱结婚后果不其然吸引了，之后大多是在慈善事业中看到他出现，直到2017年再次出现接拍电视剧。事业和感情讲得差不多了，再来讲讲李英爱其他的离谱小料。多年以端庄形象示人的李英爱被韩媒爆料说他其实是个双面人，虽然表面看着很温柔，但实际上脾气极其不好，很爱骂人，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算是影响形象的事儿，不能久坐，难免哪天被人留下把柄。李英爱为此专门学了腹语，等到他骂人的时候，除了当事人能听到，没有证据能证明是他本人骂人。这个爆料真的是太绝了，韩媒脑洞好大，如果这是真的未免过于励志。改不掉坏脾气的李英爱50岁为骂人专门学习腹语，谁还敢说学不会新技能？不过此瓜仅供娱乐，感受韩媒的巨大脑洞。